OK，我们开始吧。2021年5月29日，你今天吃的什么？49克，烤榛子170克，超厚奶油200克，鸡肉午餐肉20克，奶酪10克，葵花籽10克，南瓜籽40克，刺山柑 capers 30毫升 tahini 白芝麻酱27克，杏仁为第一滴，为 B 两滴，K2 一滴。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？冷，食豚。你今天睡眠怎么样？五九四三四，白一三七。你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要自由，就不能上来就当银行的资产。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收据上有一连串重复打印的杂货，而没有具体细节。你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放弃沉没成本。你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没有好好的阅读分析报告。你最恐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细菌或病毒由于大量消毒剂的使用而进一步突变。你最感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总是无意间就受到别人的启发和提示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研究和对比银的杀菌和消毒效果。